被前一阵子妈妈骂人是不是很凶？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前一阵子已经凶到世界最高点了。刚刚那个谭德满意吗？满分十分，我给我自己两分。啊？八分。两分。那你要考的项目有哪一些？我们全部讲一遍好不好？首先第一项是。音阶，对，再来是视奏，节奏，然后听音，还有曲子，对，曲子。好，那音阶的话呢，你要弹哪几个调性？你讲一下。音阶要弹 C 大调，然后 G 大调跟 F 大调。那 F 大调是什么升降记号？是 C 要降。然后 G 大调是发要升。很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其实这五个项目里面，你自己觉得最弱的是什么？是视奏。是试奏吗？那听音呢？听音有强啊。有强吗？我觉得你被前一阵子妈妈骂人是不是很凶？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前一阵子已经凶到世界最高点了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看过比我凶的人吗？你已经是全地球的顶级。顶级凶的人，对不对？顶级凶妈妈。顶级凶妈妈，然后也是顶级漂亮的妈妈。我先从你音阶开始。可以，好 ，F 大调。还不错，好，来下一个 G 大调。跟往下的想法，然后音阶如果要好听，从弱开始渐强。看一下之后，你就要直接弹出来，弹错尽量不要再重新弹一遍。这个音错了，它是降什么？拉。对。视谱的时候呢，不要一直重弹，你看一下。老师就会觉得，好，你不要弹了，你不要弹了，你应该是不会视谱吧？视谱就是如果有一点点错，没关系，就赶快往下。我们会觉得整个听起来还是觉得它是一个曲子，而不是像你在慢慢的找音，这样不行。那我们现在来考听音好了。都在这里。
然后再来我们听和弦哦，好不好？你要弹出来的是什么和弦？出的东西都是在 C 大调里面，然后再来，对不对？在 G 大调比较常会出这一种吧。好，来最后一关了，曲子。好，总之这首曲子呢，它是一个很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？你弹的时候你要想一些什么？像快乐，快乐到想要像要出去玩一样。嗯哼。所以快乐出去玩之外呢，大小声那些东西都记得把它做得更精彩一点，好吗？好。刚刚那个弹得满意吗？满分十分。我给我自己两分啊，八分，两分嘞。左手这里很常错，对不对？嗯，可以不要再错了。还有两天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练琴，明天晚上练琴，再来就考试了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吧，加油喽！我们就一起加油喽。嗯，这一阵子虽然过得很辛苦，虽然很痛苦，但是如果没有考上，会更痛苦。也不是这么说啦，应该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准备。那如果真的很认真准备了以后没有考上，会怎么样？我就要一直罚写，然后写功课，然后睡觉。谁跟你讲的？爸爸。我跟你讲，平常非常非常认真的准备，如果上台还是表现得很尽力咯，但是没有表现好，或者是但是没有考上，都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认真准备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我觉得你这次已经很认真，有帮自己原本的程度加了很多分，所以我觉得很 OK， 好不好？嗯。那我们就是要开心的像郊游一样去考试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就来讲说，那我们就出发去考试喽。没问题的。Go go。拜拜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。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